大家好，接着上一个视频，继续为大家分享北洋光绪元宝版别知识。第26版，开口序被八尾勾云龙。正面序字绞丝旁下开口，背面龙纹尾巴线条有八根，左右花朵空心，左龙身外侧云朵尾部弯钩。这一版比较少见，商品市场价格在150元左右。第27版，开口序被八尾宽双线云，正面同上一版一样，背面左轮身外侧云条由交叉双线组成，双线距离较宽，这一版比较少见，商品市场价格在240元左右。第28版，开口序被八尾窄双线云，这一版同上一版差不多，只是左轮身外侧双线距离较窄，这一版较为少见，商品市场价格在350元左右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关注。